没上网的。啊！怎么说？还是你们有没有很多外卖？难道你不需要他抽象的理解？我不会问。来了。我刚刚还在装饰呢，你们。哎，来了你。还在装备？没上修花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来了，来了，继续。来了，继续。我刚刚没听明白。
向我误会，其中什么误会？其中什么 ？Red horse， 哪个我们的 Red horse？ 你们能不能理解？有没有？谁说的？哪个？